些祷告。接下来当天父，我们现在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圣灵降临到我们当中，圣灵扎我们的灵心，让你的话语可以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会向我们说话吗？会吗？会。有这个经验的举手。好，很好哈，有几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好，我现在大部分需要用我有大部分要用我的经历来说哈。啊，我现在，我不会弄这个。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要讲，我从小，不要说了，我家很多代的基督徒，我可能第五代，第几代我数不清，可能是第五代。好，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从小很热心哦，参加主日学，参加青少期圣歌队，我都参加了，而且教会每堂我都去了。OK， 好，非常非常热心的参与教会的活动，但是我遇见什么？我告诉你们没有。当我从台湾到美国，我真的火大火大哈，非常的非常的勇敢，我很勇敢，我就带着我两个小孩就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我才知道啊，天哪，天哪，我遇到的是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一顿饭也不用煮，从小到大，那个我爸爸。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呢，老公也是叫我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会做。结果到那边，那自己煮饭呢。不只是这样，我的车子在高速公路砰亮掉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好开到路边，我停在那边，我就愣在那边。那美国人很好，他看到我那边，他觉得非常的担心，他就车子去弄后面，然后帮我弄一个那个叫什么，会亮的那个叫什么，警告牌还是什么，对不对？好，叫后面车子不能来撞我。就是我遇到的困难就是多到我自己无法生存，我那时候就非常的depression。那几岁啊？我已经四十岁了，那时候四十岁了。好，然后我的小孩是小五小六。我带他们过去，小五小六，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困难跟挫折，真的无法形容。那每天要煮三餐，我就头痛的要死，不晓得煮什么。但是我也煮了，虽然很难吃，也是煮了。我只要每种的下就煮熟了嘛，对不对？不管能不能下饭，你就是只有这个可以吃。OK， 好，那我那时候都在我们长老教会都在聚会，他都在聚会。然后我就没有特别感受到什么，但是当我到美国，我到台府教会那间叫做爱恩，他们叫爱恩教会，他们聚会的形式就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那我有遇到这种困难，我就想说，真的神有存在吗？那我就一天，我就一直跟神祷告，神啊，你要我信你了，没有那么简单。我真的跟神这样挑战哦，没有那么简单，除非你跟我说话，不然你显现给我看。我就这样挑战神，我这样挑战了半年，没有任何回应，没有。好，然后我继续在 depression。那这个我都不会弄的，明白？这个是我们苏州，还没，就这边一张。对了，不用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 closet， 衣橱。好，这个门进来，这是我们的卧室，这里是衣橱。那我有一天就进到衣橱里面更衣室，我就躺在地上，我躺在这里。depression 啊，你就跑到里面去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就跑到里面去了。他在这里。我就好像昏睡，然后睡，我看到什么？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什么？一个人怎么拿一支笔？他写什么？派十三，对，十四。我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因为笔遮起来，对不对？这是遮起来了。
好，我看不清楚什么，我头就歪一下，我看到这个，13、14，这个照片是谁帮我弄的？是一起的太太奉我写的，一起帮我照的照片，是前几天才弄的。哦，我就是看到这个意象，啊，我看到这个人一个人在地上写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了。你想我扯不扯？我从小就在，我是教会这样长大出生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从来没读过圣经，40岁没有读过圣经，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刚好老大，这一次我都叫他老大，社会老大。这一次就到那个更衣室，我说我怎么看到这个？这一次他知道这是圣经，他就去翻马太福音13、14节。那你知道他写什么吗？好，一起念来。在他们身上正应着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不懂这句话是什么。你们听是要听见，我什么时候听过你的声音？你什么时候让我看？我也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但是我那时候追求的心很高，所以我回来台湾有去我们的祷告山。你知道苗栗有个祷告山吗？我在那边，我也讲方言而已，然后我有祷告，然后我看一堆人都在那边哭哭哭哭，那时候心里还是没感动。我告诉你们，圣灵充满的现象跟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现象你可以讲方言啊，各种都有，会抖啊，会躺啊，会倒啊，但是这个是现象而已，这不一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一定要生命更新。我在祷告上看到很多人倒下就要讲方言，但是起来生命有改变吗？没有，这不叫生命充满。OK，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定义，那是现象，那不叫充满。充满一定要有生命的更新。啊，他只跟我说，我常常跟你讲话啊，你没有听到，我常常写给你看啊，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我在那边说，神什么时候你让我看？你没有，我指定神的方式是要从天降下来让我看到那个异象，我指定的是，但我没有看到啊，我就跟神阿弥说我没有看到。好，那我去祷告山，我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也不知道，我就在我的卧室的椅子上祷告，突然就开了，没有原因哦，就突然开了，我突然觉得真的神你存在。真的，神灵在我那一天，你在我高兴的，我就觉得神灵在存在，你圣灵在我当中，我开了，我高兴的从我们卧室跳出来，又跳出去，又跳出来，我就跟老大说，我看见了。还好没有跳下去。没有。哦，我那天真的高兴的要死，那高兴的要死，我就突然都明白神什么时候写给我看。好，在美国的时候，我去爱恩教会的时候。我什么都，我是读音乐系的，好，我就，但是我很怕他们知道，很怕他们知道我是读音乐系的被抓。然后我也知道他们四个对现在欠指挥，啊，吓死了，我都躲在后面。那，啊，但是那一天有一天晚上，神感动我，说你要去指挥，说什么要，我说你要，真的是感动，那我就不要。那我就，但是没有多久，突然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你要知道那是爱的教会，没有人认识我耶。然后打电话给我，连这一来搞基督教吧，哦，我真的吓一跳，我不敢说 no， 我就只好去指挥，我真的去指挥他们圣的人，啊，对。后来有一天呢，我就问那个人，你怎么知道我会指挥？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读音乐系啊。后来说。他跟我说，有一天我看到你在教你的小孩，天哪，就教我小孩，他们那时候是吹 flute， 有个是拉小提，可能我在什么时候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就这样，那这就这样，那他就请我去指挥，所以这就是一个，啊，他写给我看的一个，那然后呢还有很多，我以后慢慢讲，好，那我被神这样子激励以后。我就非常的努力传福音，但是然后呢，一起读来。我们现在不可丧志，
若不回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看、哦、神就这个经解，我是怎么给我的，你知道，这次不是用写的，但我是每天有灵修，但我读到这个时候，这个经解就像黑字啊，突然这个经解全部跳起来，你们这个经验吗？那我就吓一跳，好，我就说神啊，你安慰我，谢谢你，你说让我不要三字不刻回心，到的时候就会成就。好，这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的两个经历。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经节，预备 go。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好，下面哈，next， 都超过了。对，这是第二节。好，你看啊、哦，我 mark 身体，注意这个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什么献上？神体。我们啊，他们今天有一首歌，或即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我看了这个，我就很感动。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我现在问你，什么叫活祭？什么叫活祭？啊 ？OK， 那今晚我在拜拜嘛，哈，那大家路中啊，不是咱啊，我在拜拜。弄台下，给人就是牲畜，在祭嘛。他们那时候在祭什么？用鸡啊！我说民间宗教在祭什么？祭神，祭鬼神啊！很多神。那我们在旧约有没有献上祭？有，没有？也是有。祭的目的是什么？赎罪，啊，为我们赎罪。好的。那时候这个经解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没求，不像鸡那个鸭被杀了，不用。神说我们只要当什么活祭，活祭目的说赎罪，但是这里说什么是我们要像那个祭物，我们要甘愿献上，我们要神为你所用，我要为你所用，我们活祭。而且这个活祭是要怎样？圣洁。所以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而且要怎样？神所喜悦的。所以有这几个：活祭、圣洁、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好，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侍奉的态度。好，下一章。我都动不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圣洁，圣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知道圣是什么？啊，我们说守圣日、圣正安息日、圣圣洁，是什么意思？圣就是分别。我把礼拜天七天当中，我把礼拜天分别出来，这一天是我分别。我分别献给神，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叫不圣。那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我们把我们人分别出来，我们自己分别出来，跟其他我们的人分别出来，我们上不献给神，当作什么活祭？所以圣是分别的意思，好，知道吗？圣洁。好，下面，而且你要下面这样。心意，哎，对啊，就是这张，怎么又跑掉了？哎，哦，他这张不让我看。心意更新，我们身体要活祭圣洁，神所喜悦的，然后这是理所当然。不要怎样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对，什么叫心意更新？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这样读到淋漓，你要去淋漓去体会这个圣经节的意思。什么叫心意更新？好，你要知道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谁？
你因哥尼母去找耶稣，对不对？那耶稣说你要重生，他问他说什么叫重生？好，一起读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重生？刚刚说心意更新，重生新的生命。当你倒下来再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要不一样，你的想法要不一样，你要被神重新充满。当你就你想的跟以前都不一样，你会有喜乐平安，对你追求的也不一样。OK， 这就是重生。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事情？有这种经历的举手。OK， 对，呀，对，大家真的是要重生，生命不一样啊。好，我们再念一次来，百个。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然后呢，叫你们什么？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什么旨意？我们可不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可以。换句话说，神会不会向你说话？会。好，但是我有条件，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要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就可以查验。所以我们等一下自己可以想，神我有这样吗？我有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吗？我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吗？我有没有心意更新？好，那下面我就要讲一些我的见证，盖因的见证，那见证可多了，你们要慢慢的听啊。好，这是什么？旧的音乐盒，我爸爸的信任诊所，旧的音乐盒，好，这也是旧的，好，对，这是什么新的 ？OK， 在我在盖音乐盒的时候，有发生了什么很奇妙的事情，你都无法理解，建造缘起。我要盖音乐盒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出了一个 trouble。什么 trouble？ 有四性事件，你看这是很大，那我们就财产要被封啊，一大堆一大堆，然后我就赶快把我台中的一个别墅就跟我姐姐一起卖掉，卖掉就有一点钱了，对不对？我们就要来干音乐好姐，我姐姐，好，然后就有钱了，就可以来干音乐盒，这音乐盒干下去要几千万的，啊 ，OK， 那就干。那我们就去画图，那时候的建造比率是可以盖六层，现在是不是六层？有没有人知道懂这个建造的？建筑知道你土地如果十平，你只能盖几平？六平。现在是啊，你其他是空地平，好，然后呢只可以盖五楼。我们那个那是道路面宽的问题，你宽多少只能盖多少高。那我们都已经建造，已经都去申请，然后到县府去申请，已经开始要盖了。突然有朋友有点就跑来找我，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申请过一张旧的建造，那旧的建造是可以盖80%，啊，六层变八层，然后呢可以盖六楼，还可以盖地下室，那差很多，对不对？我这个新建造只能盖六层。只到五楼 ，OK， 好，那我就要开始盖啦。钱都算好了，我建筑费用都给他的，全部都给他。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跑来找我。啊，对，我还忘了讲，我为什么旧的建造没有盖？因为高医师生病。高医师是谁？我姐，就是跟我一起，他生病，我们就停下来没有盖。那没有盖，我们就去看那个建造，旧建造不能用了，啊，要用新的建造。啊，好了，我们就用新的建造。
要开始盖的前几天呢，突然有人跑来找我，嘿，你们这个音乐会的土地可以用旧建造呢？我说怎么可以？他那个建造都已经过期了。他说可以，因为是921的关系，我们旧的建造都延期了。我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去查，哎，真的可以耶。那我又花了一笔钱重新，又是建筑费用，但是我可以盖几层？八层，我可以盖六楼，但是盖六楼你要地下室，哇，要更多的钱，都算一下。然后地下室我怕旁边会塌下来，你要去跟旁边讲，那要去塌下来，你要给人家算，就不盖地下室。然后就这样子盖五楼，就现在，好不好？那就是八层，就是这样。所以，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对我们来说。第二个，建材最低点。那时候我们要盖以前，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是钢筋最贵的时候，啊，那时候很贵。我就跟神说：“神，我盖这个是要做福音站的，你嘛帮忙，我要盖小几点了。”我真的都跟神这样读哎，没有想到真的要盖的时候，钢筋水泥掉了下来，就在地价的时候我们盖的耶。一坪那时候盖20000多，哇！现在6-7万了哈，6万多，对。我们盖完又砰就涨上去了。我那时候盖的是，这个是很大的奇迹，对不对？好，还没完。然后下面就是我破土的状况。哎，你有看到谁？老大，这是谁？袁牧师，这个呢？小牧师，还有这个是我姐夫，是我姐姐，就这样哈。我这里破土，就念了破土啊。然后这我姐夫，他现在在哪里？天堂。然后呢，就是陈信良牧师。好。我们盖音乐会的时候，装潢的时候啊，在装潢。那我们每天呢，每次啊，不用到每天，我们要去爬山，我们去那边祷告。那这个是谁，你知道吗？小狼，他那时候这么年轻，现在这么老。我们都去那边祷告，就是你啊，好。那我们盖音乐盒的时候，音乐盒对面有什么东西啊？防空洞，还有铁皮屋。这个就是不行，他那时候我们没有照得很清楚。这个很多树的，这就是防空洞。防空洞上面长了这么大的树，那旁边有低低矮矮的铁皮屋。这个防空洞下面，你知道以前的防空洞是往下的，对不对？你是往下，都每次下雨的时候就藏人那沟，都蚊虫都跑出来，你也很清楚哈。你在附近，这附近的人哦，都去要求。政府把它这个铲平，十几年都无法铲平，那是日据时代的，日据时代盖的。怎么我们在躲谁？美军啊，美军为了轰炸，然后好，但是突然有一天，女儿在盖的时候，他怎么对面来了一个挖土机？对，就是防空洞，就这里，就是有个挖土机去了。那我就去问隔壁的人。怎么了？为什么挖土机啊？他说我不知道啊，这么突然呢，又把防空洞挖掉，音乐盒要盖，他就自己挖掉，也不是我去申请，也不是我能力能做的，我都完全没办法，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奇迹。这里有个铁皮屋，很小的铁皮屋。好，看不清楚，现在防空洞挖掉了。这个现在就平了，有没有看到？就没有那个。这旁边有铁皮屋拆掉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拆掉了，就拆了，然后就变成这样。后来就围起来，先变停车场，后来就围起来。但是你知道现在变成什么吗？现在变成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就现在变成景观公园，你现在去看就是这个样子。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当我在盖音乐盒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奇迹。这奇迹不是我能够掌握的，我发现了哪几个奇迹。
哦，这是牧师不是的，很耐烦。好了，你看，建造缘起，然后建材第一点，防空洞，铁皮屋，就这样，那我们就盖了这个。然后在经营音乐会方面，我有什么奇迹呢？第一年我就请刘牧师、又请林兰堂去经营，结果不是生意人就是生意人，结果赔钱赔得很惨，我看到赔得很惨。那刘牧师是用自掏腰包的，他自掏腰包，每个月赔很多，我看得好可怜。好，不是教会了，他自己赔钱，然后他自己还去那边端菜。刘牧师端菜，好，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干脆回来，你收回来就自己的啊。要收回来以前，我就去参加一个韩国的特会。我去参加韩国特会，哎，我那时候也会参加很多特会，祷告在韩国。啊，那时候韩国的特会有几个我们教会的科志伟跟我一起去。那我每次去参加特会，我都会。自己跑上去挤上去，请那个主讲人帮我祝福祷告。我觉得你说这个祝福祷告太好了，但是我只敢跟上帝顶，我真的跟上帝顶，我常常跟上帝录。这一次我不去了，你自己要叫人家从讲台下来，跑到我这里帮我祷告。哦，哎，我这样规定上帝的，你知道那是几千人的地方吗？几千人的特会，不是只有两个人嘞，几千人，而且我是坐在后面。啊，我就他那个特会是五天，我一天一天等都没有人下来主动帮我祷告。啊，我已经到最后一堂，已经快十点快结束了，我的心就非常失落，真的，不垂听我的祷告，你也不疼我，好、哦。然后我要问你的是，我要接手经营音乐盒吗？你居然不跟我说话。但是到了结束的前一秒，突然就是一个传道，就是上一下就走在我面前。我们那一排很多人啊，有智慧啊，有月翔啊，几个人一起去，他就跑到我前面，我说：“这位姐妹，请你把手伸出来。”我就伸出来，他说：“手，今天的话告诉你。”我那时候吓一跳，他跟我说：“神说你心中想什么，你就去做。”啊，这样跟我说，然后。我真的也是吓一跳，我说神给我的都是很清楚的，不会让我去猜还是什么，没有。然后我就跟我隔壁的人叶翔，我就问他说，我很想再问这个传道到底是他看到什么。我就问叶翔，但是人海茫茫，几千人，我去哪里找他？他已经都散会了，我去哪里找他？我自己懵够了，好，根本就不可能。你知道叶翔跟我说什么？嘿、hey, ，他就跟我们同寝室啊，他就住在那个，我们是两排啊，我是住在那个都是地上而已的，都睡地上，他有两层，那上面那层就是那个没有床睡哦，是睡地上，然后那是睡在上铺，他就在你对面的上铺啊，我说天哪，哪有这种事情？然后我就等到他回来哦，等到他回来，那我就说，哎，陈道没有帮我祷告，你知道吗？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他只是说神的声音告诉他跟神祷告，他就去帮神祷告。他就说姐妹你上来，你叫我到他的床铺上，我就上去。他就为我祷告，他说这位姐妹，神很清楚的告诉你，你就用心的去做，你就勇敢的去把他接回来。因为我从刘牧师的手上接回经营权了，我什么餐厅什么一窍不通，搞个什么屁，我根本不知道什么餐啊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去经营餐厅？好了，就开始去经营，结果惨赔，一个月赔十万，真的，一个月赔十万。我说神啊，你有没有开玩笑？你叫我接手了，结果你让我每个月赔，我后来敢不敢经营了？不敢，经营一年，那我赔了多少？你们自己算就好。我盖了这个音乐盒，花了几千万。然后又惨淡经营，好，好了，然后我就在跟陈信良牧师，知道哈，就是刚好，他都一直很关心这个音乐，就跟他讲，哎，怎么办？这个餐厅我经营不下，我不晓得说什么。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联络张记，他们就来经营这个云餐厅。
结果就是因为他现在就张琪，他就经营到现在，他也邀请了他跟他很多跟他的对。后来呢，我们破土的时候我告诉你是2005是啊。好，在2008就成立音乐的协会。本来我开始愿意成立，我就是觉得用云南的爱民协会就好，我何必那么麻烦。但是现在迫不得已的，我真要去成立协会，所以我很能干。我想说，我那时候怎么那么能干，我自己去办啊，真的让音乐协会成立。我们现在就要成立经理协会，那他就很麻烦。我说我那时候不觉得很麻烦，就噗噗噗就办完了。好，我就成立了2008成立音乐协会。那下面我介绍一些模式，那个音乐的协会，馆长是谁？吓一跳，哈哈哈哈哈！这魔术表演，啊，这个是民族啊，我每次看到他照片，我都很难过。还在笑，很骄傲。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钱，协会的钱，大概是我需要去募的，我需要去弄的，到现在也是一样。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程序，他就为我们。中间这个是谁？他们都去，又捐那个发票，然后对发票，其实对中立都不多，一点点呢，根本就都没有。那时候只是做安心的哈。这个是谁？你知道吗？一点啊。他们都会去捐发票。这个有上报纸。好。然后呢？我目前的事工就是这些，你参加来看看这个各种课程，现在不说了。在这个东西，你有没有看到谁？这是什么？宋慧玉，这是俊子，这是黄宏敏，这是谁？夏娃。还有一个，这是谁？明珠。我们你才们那时候都请弱势团体，现在也有，现在也有啊。这是谁？举手。赶快认，我姐姐。这是谁？淑珍今天没来啊？有啊。在哪里？后面。那你看，他会弹贝斯，但是他乱弹的。好，采接太深道，以前我们搬到现在，现在变采接太深道。那我觉得我已经不能 handle 了，我不能 handle 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说从那么困难的没有一个协会，那么困难的一个开始，就变成现在这么大，夸奖很多，不是我起先的计划都没有，但是就变成这样子。我跟他只能说是我不行，那我就感动，就要把他交给林老。但是谁来阻挠？我竟然不是说不行，这个要留在我教会，所以现在还在。教，但我们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那这是采接，大家最近都有看到一个采接啊。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一生当中，从我40岁的时候，神就向我说话，都很明确。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不会用什么神迹，其实这也都是神迹啊，但是他都用理性的方法跟我说话。你来问问几关，你突然我可能不信，我的个性会不信，我不信那些。一定的。但是神就用非常理性的方法，给我精简，然后给我看，不是我能够 control 的 everything， 我不能够 handle。那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就是说，音乐会协会往后要如何带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每走一步，那就交在神的手中。神，你以后要如何带领音乐？那我们说了，我跟老大也渐渐衰老了。好，那以后呢是要怎么带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能说，神，我交在你手中。你看我什么好，就什么好。然后我要讲两年，也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每个月。都只是音乐的协会，他知道我们需要，所以每个月到现在，那音乐和协会
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我们带领了蛮多人来信主，啊，很多人也就在里面，我们同心合力的工作。目前的干事是谁？小薇。小薇。他就，小薇，他也在忙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经理协会，我们跟音乐会，你们都可以在神的事工来做一个美好。好，我们再读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背下，可以吗？来一百个。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有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我们就是要知道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就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谁说的？以赛亚书。以赛亚来，以赛亚，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主啊，让我在感谢你给我这么多的任务，有这么多你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身上。我真的很高兴，神啊，你要使用我，你也差遣我。主啊，往后的日子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知道我，你也知道我们啊，华语堂要回去回城，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可以重新得到重生。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Yeah.
人，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见证。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同心合力的一起来为神做事。尤其我们在郑医师跟阮老师的身上，其实我们看到的呢，不只是神迹了，真的是人所做不到的。几乎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份真正的爱在他们身上发挥。那神呢，其实也很祝福他们。你看他们两个儿子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让郑医师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呢，可以为音乐盒、为我们教会呢奉献更多。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今天的金句，来，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来，国语的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来，台语，台语，我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一，兄弟啊，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肯定，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肯定向家己的身躯做者，肯定向家己的身躯做者。是我的圣灵，是我的圣灵，上帝所欢喜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信心的服侍，这是恁信心的服侍。第二，无得甲这世间亲像，无得甲这世间亲像，着用心智换心，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来变化家己。予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良心，予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良心，通欢喜顺全的旨意，通欢喜顺全的旨意。谢谢美惠姐，英文。我念一次，也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Therefore, I part you brothers. Therefore, I part you brothers. In the view of God's mercy.In the name of God's mercy, offer your body as living sacrifice. To offer your body as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ed to God. Holy and pleased to God.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Do not come.Any longer to pretend of this world.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His good, pleased, and perfect will. His good, pleased, and perfect will. 谢谢玉婷，那我们现在来。